上单你玩狗熊，这把稳赢。上单你玩狗熊，这把稳赢。我玩狗熊啊，我就玩狗熊啊，最好会赢哦。啊，我们等着再被戳一把，反正我也不是很想认真玩了。啊，反正我也不是很想认真玩了，干脆就随便玩玩。点了，真的，这把再输，这把再输，直接进入随机选角。目光之眼什么意思啊？这我们用这个就好了，用这个就好了。正义。直接推爆他，跑烂他，那、啊、他大绝后我们还可以顶他，等一下可以考虑要不要出熊钢，没准会有奇效。这把对面都没有打趴数啊，只有胜啊，啊，但胜的那个趴数伤害对我没有影响。哎，问你们，这个胜撞过来，我跟他互撞，谁会先出去？他要穿过我，他才可以嘲讽我吧？啊，所以他顶过来，我也顶他，他应该会嘲讽不到吧？打这种白痴角色，我们直接太毒品了。我并没有几率打出他，所以直接太毒品。啊，这把再输，真的就可以转守为攻了。我们打路符就是为了不用遮地图。如果打路符要遮地图，那他就很可悲，因为遮的话就本末倒置了。我们就是为了要不想遮地图，就打路符了，跟牌的快。我争取点时间。有高，有没有看过太毒饼还在凶人呢、啊？谁叫你完胜 ？Come on Q， Come on Q， 蓝 buff。嗯，是很爆炸，是我不会帮啊，你看他爆炸。好妖，没事，在还在，看，为什么我就说这种时候不能帮啊？你被推呢，真的没办法帮你。你帮的话，就是会像现在这个胜现在这样。但是红牌或是死黑就会跟你说，哎、欸，你咋也被助被帮被弄，你就不帮，你就不帮，你要放兵去帮他，你要放兵去帮他。我是怀疑旁边有没有打野，结果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胜好像是弱智哎、欸，我一直觉得他旁边有打野我才怕的，结果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他在中路哎、欸，怎么样？嘲讽到了，然后被我射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哎、欸，他怎么穿过我的？他怎么可以嘲讽到我？胜不是很能守塔，不守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。不逃够吗？真的不逃，不逃我就失去救你哦、喔。不逃吗？哎、欸，你看他们一直点呢、欸，不知道点什么呀、啊。很能扛哦、喔，胜很能扛，很能扛。完胜啊，就知道被人家按塔下压、啊。直接射烂，队友死了他都不亏。还在看地图啊？啊？谁让你 recall 了？我就知道你想坏坏，直接飞进去找你。我不回啊！我这两百块就电刀了，这两百块游戏就结束了。这雷欧娜好强哦！我最近遇到的雷欧娜都长这样，就是他们都不出辅助装的，他们都直接出坦装、出冷血，然后出冰拳，真的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这样好像在，好像蛮强的。我跑这么快啊！这个人没鞋子也能风筝你啊，真的没鞋子也能风筝你，确实有点可悲。下路杀烂的局，盾也没办法救啊，这真没办法。我们身为一个上路，下路爆炸就真的没办法，你就只能输。哎哎，怎么有个东西？
完啦、啊，你们要放下。哦。哇！有搞卡莉丝干嘛、啊？卡莉丝还带逆风哦。我们两个，我们先打这个算很好啊。为什么他要去打赵信？他要硬打那个塔，对啊，硬要吃塔钱，硬要把塔从现在就破了，到底急什么？还没十一的。就有人喜欢一直送，直接出狂风之力好多了，出什么熊汤？出第二件装了，两件装就直接爆出他们所有人了，哇，出熊汤嘞，不出。对啊，我就再见就好了，不用不用打架，他们打起来我直接隔岸观火。你开耶、欸，他见面就开啊。滴滴跳嘞、欸。正嘲讽我，一套三好能干嘛？送头，跑动送头，顶级胜。日本懂个辅助就是肥到跟猪一样，辅助肥的跟猪一样，见面直接开，管他是谁，辅助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见面直接开啊！他那么硬，他现在硬的跟鬼一样。我觉得熊高没料啊！你知道这狂风之力多强吗？我等等用狂风之力 combo 一下人给你看。哎呦，我们撞他瞬间，直接狂风之力取消印子，他死了，赵信已经死亡。哭啊！靠腰，还能滑啊，赵信，你在滑？哦，啊我掉了、欸，啊我掉了、欸，再来啊，你有伤害吗？没有。那我们的目标是要秒杀，我们这装备目标就是要秒杀黄金姬或达瑞文。找人打架，找人打架，在我家对着我脸打，有没有人帮一下？你好，跑得过一时，却跑不过一辈子。还有求生意志啊、哦！我本来想羞辱他的，没想到他居然还有求生意志。来了，达瑞文瞬间死去画面，人间悲歌。好家伙，被斧头断了，哇！哎、欸，你有头可以捡了，运气太好了吧？哎啊！哎呀！哎！人间悲歌。对对，我们犯了一个失误啊，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取消啊，所以才会有那个距离上的误差，我们不应该这么干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，兄弟们。还想飞啊，圣，笑死，这种过时的角色真的别闹了，圣。是空中没按到，是那个达瑞会丢斧头断我的衣。所以我很难接，我很难接，他就丢斧头断我的衣。你看圣五千伤害，他完胜的，他 man 胜的，只完胜呢。你看，在每一把都在躺啊，只要有个有水平的上单，他绝对不可能爬分的啊。史丹利，他就是智商低于八十七啊！真的真的是白痴那种。干又来了，这主播废物废物小丑，这原来是我自己啊！好狗啊，史丹利，啾咪，真的是小丑，这主播哈奇。
前面赢线只是运气好而已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他运气就这么好啊，有够夸张的。史丹利，你就像个小丑一样在那边跳舞，我他妈让金金强我的智商低于87啊。